十二岁妈认醒目，九大夜蒲唔早熟。以为十四岁生 B 好夸张，非也，英国年纪最小嘅妈妈得十二岁咋。Amy 02年 One Night Stand 生咗个仔之后就辍学，佢冇同 BB 嘅爸爸一齐，但三年后再搞多次，结果十六岁再生到个女啊。后来仲吸埋毒，喺屋企搞狂野吸毒片。而家22岁嘅佢依然喜爱夜蒲，但佢冇后悔做单亲妈咪，仲话生 B 系一生中最醒目嘅事。如果女学佢咁，十二岁就做妈妈，佢都唔介意。话万一自己27岁就抱孙，一定好好玩啊！听落好似脑髓都未生埋，但佢又声称自己已经修心养性，而家拎综援，同一对仔女住喺公屋，已经重返校园，准备会考，希望将来做医护工作啊！